小北你们好，我是老神山，我终于来填坑了比基尼，我真的情有独钟。今天呢，我们在海南三亚拍一个比基尼题材的，然后其实已经做了保险措施嘛，就怕就是裹得太厉害，不是露得太厉害，过不了审。现在我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，就是一个烟机。这个烟机呢，就是正常大用的话，不都是要插电然后烧很久嘛？然后它就比较好的一点，它是即时出烟，你看就出来了。然后还配了个遥控器，然后这个遥控器就更好用了。然后今天我想带点就是这种有就是硝烟的感觉。然后它全称的是云精灵，我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发这个视频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呢是我朋友研发的。我小兄弟提示我这个弹夹装反了，是反了，摄影装的，我也没发现。今天来的是黄昏，我建议大家黄昏可以不要来这个海滩拍，不是说不行，手机拍是可以的，但相机的话它的背光就脸上的瑕疵都特别的明显，然后可能今天这个视频要磨磨皮了。然后我发现这个烟机上面它竟然可以有浓度还有风力，就是浓度最浓的，因为今天风太大了嘛，它这个烟沉不下去会被吹走，然后正常的话你吹在就是那个就是什么什么桌子上它会沉下去，就一直出那种稀稀缕缕的烟，就特别适合拍产品。然后现在天不是慢慢暗下去了嘛，我想等它再暗到更暗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打着光，因为打烟嘛，然后打光会非常有感觉。